独家超凶阿里山烤肉妹苹果找到了。没关系，等再久也没关系。有网友228假期在阿里山公路的竹路社区耐心排队等着买香喷喷的烤肉，却一点也不觉得无聊，因为有这吸睛画面。他也不吝抛脸书分享，引发网友暴动。苹果为了服务网友，透过热搜帮大家找到这名超凶正妹一家。好，自己都吓到，对不对？我是觉得他们截取真的截得好快啊，截得超快的，超快的。拥有38F 好身材，她是杜若妍，36岁，阿里山周族女孩，家中8个兄弟姐妹，她排行老幺。因家中不宽裕，她靠着打工赚钱，考上高雄餐饮大学改制前的二专部餐饮管理科。一个月的那个学费啊，十几万，她有一台笔电，还有一组中餐包。啊，对，没错，很贵，我没办法负担。因经济无力负担，只好放弃，没有毕业。10年前，莫拉克台风摧毁家园。全家人搬到嘉义县番路乡永久屋竹路社区。25岁曾在高雄大尺码服饰店担任模特儿5年，再回乡当3年舞者。3年前开始在高雄做商业展演，有空就回嘉义帮忙家里烤肉店生意。尽管工作忙碌四处奔波，他也抽空学做甜点。现在在学那个韩式花表，就是你看蛋糕上面就是会有很漂亮的那种花，就是手工起花啦。这样的生活他乐在其中，家人也相挺支持啊，只要做喜欢做的事情都支持啊。为了男性网友福利，记者哥哥也帮忙问了，他现在单身没男友，一切随缘。他感谢网友支持，也欢迎大家到阿里山玩，说不定有机会遇到他哦。地方中心高雄报道。